再说几个小新闻啊。昨天呢，中国央行再次宣布降息。然后我看了看市场，平时我关注的这几个大 V， 包括一些自媒体，看半天大家也没人聊这事儿，怎么回事啊？市场都已经麻了，你再上这些小招数，大伙儿也没啥反应了。